郭老师。你好。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完全没有惊喜的那个嘉宾，不神秘的嘉宾。五个问题，郭老师。五个问题，好。男的还是女的？哎呀，我是这个要问清楚了。女生啊，我是女生啊。我是女生。好，来，认识我有多久了？哎，好问题。不太记得了。不太记得了，我们认识有15年，15年以上吗？这是第三个问题啊。时光飞逝，谁又晓得？什么回答这是？你们找了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？对，这都是你的朋友啊，我也不熟啊，我哪知道他是这样的？哥们里面没有这样的啊，这。第四个问题，和我合作过有5次以上吗？好，咱俩合作有5次以上吗？差不多了，和我唱过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吗？哇，我知道你和很多女生都唱过。这有什么回答呢？这个今天这个回答有点奇怪吧？这个、哎，你都和谁唱过呀？就是朱桦。那你确认是朱桦是吧？我觉得应该是朱桦。1号房间中是不是歌手朱桦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郭老师，哎，请注意你的发型啊！五，没事儿。4、3、2、1，请帮我打开1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对了，朱桦！欢迎朱桦，欢迎朱桦，欢迎！歌手朱桦。与郭峰多次合作，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他作为郭峰的圈中密友，今日助阵现场，还将为我们爆料哪些郭峰的另一面？我是最没有惊喜的惊喜，我再直接告诉你，你一个问题你就猜出来了。